颂钵是一个声音的自然疗愈。当颂钵的声响响起的时候，无论是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情绪、我们的心灵，都开始得到了一个舒适还有自然的能量的一个流动。在这里呢，我们非常推荐大家可以进一步的来认识这个颂钵音疗对我们的身体、对我们的心灵情绪以及我们的睡眠有更好的、更大的一些帮助。所以呢，我们这边呢推广给大家认识，以及可以跟我们预约一个人15分钟的一个颂钵音疗的一个体验的服务。在这个体验的服务里面呢，那也让我觉得很感动的是，即使只是这个15分钟的体验，让你能够从头到脚全身的去听，以及让你的身体直接的去感受与这个颂钵的这个震动的过程、哦、也可以有好多的朋友的一些回馈与分享。有的朋友呢，在做了这个颂钵的音疗的过程当中，哪怕只是体验、哦、他都能够很快的得到一个睡眠的补充，他能够很快的进入一个深层入睡，就好比打呼的一个状态。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不想醒来，也有的朋友醒来了过后呢，哎，就觉得说啊，觉得身体的情绪与精神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补充，那心情也得到了一个平复。所以呢，非常的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预约一个15分钟的颂钵体验，让你亲身去感受这个颂钵在你的耳边，以及在你的身上，在你的身上不同的脉轮，7个脉轮的震动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微妙的一个效果。无论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是入睡了、睡着了，还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是清醒的听着、感受着这个颂钵的声音和震动，在这个过程里面都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享受。所以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预约这个、免费的颂钵音疗的一个服务。